最想要挑战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要挑战24小时空骂风马拉松接力赛。我朋友来彰化找我的时候，他们只要有过夜的话，我就说，哈哈哈哈，今日空骂风接力赛，食了帮多健康去通肺咯，高血压嘛无去。我就帮，我就带伊去食24小时空巴饭拉力赛、接力赛。吼，食了了后，大家吼，心肺有空，通肺都各肺个拢无。我怕来了，我怕来了，我怕好无个，来你出去，你把你好厉害，啊，我讲你不要不要，一年啊，不要今年啊。三高马上变三低。阿三来，你不要回去耶。一个饼人碗，迄个，你原本坐眠，到尾一个转去。我把我的
大家拢两脚直直直行去啊，你唔知吗？停车来，停车来，停车台啊，停车台过来，水电哦，几下油了啊？差不多差不多，就到两三十点钟，几下油了，停车来。每一间庙的一些比较特色的建筑或者是雕刻。彰化没下雨，彰化没有下雨。其实哈，鹿港最值得逛的是什么啊？你去逛那种车子开不进去的小巷弄，那种感觉很不错。王企鹅红楼汽车旅馆，红楼不错哦，红楼最大间的那间有游泳池。为什么我知道？我朋友跟我讲，我没去过。那个我朋友阿吉跟我说的。陈发，你比我懂哎。红楼在哪里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因为我以前都是去彰滨工业区钓鱼，夜钓。夜钓，第几支出去，也偶尔还可以捕到龙虾，但是现在西滨那边。